大家早上好啊，又给弟弟添置了一些牙膏。你看这些牙膏全部都是弟弟的，我真怀疑他拿牙膏来吃的，用得特别快。今天约了贤婆婆给他送月饼，他就住我家楼下，顺便出去买一点蔬菜跟水果回家。现在香港的天气30多度，超级热的，然后我的雨伞呢也没有挡紫外线，将就用一下。这一家店的冬爪特别好吃，每次吃完都回来补两磅，今天又称个两磅。问了一下老板这个提子甜不甜，他说好甜的，行，那就给弟弟拿一把，因为不甜的他可能就不吃了。他这一家的蔬菜呢都是本地的，元朗那边。What vegetable do you want? This shop the vegetable is very good. Elma 很多东西都不吃的，又不吃猪肉，又不吃海鲜。Still have? Okay, can buy. Which one do you want? It's more yummy, this vegetable. Oh, this shop. This shop the vegetable is a local in Yuen Long. Ah, that's right.嗯，特别好吃的。啊，不甜的感觉。The children are maybe they are not eating. The children that can eat. 我要半斤菜心，半斤嗰啲油麦菜。半斤。哎， okay. 加埋一斤。一共84，价格很优惠的。对，我今天要找的就是这个豉姜。啊，这呢啲豉姜嫩唔嫩啊？而家唔係好亂㗎啦。哦，而家唔係好亂啦。哎呀，我還想買，但是如果有渣渣的話，買一點啦。係咪顏色淺嘅亂啲啊？我買30，要多一嚿嚇。好快㗎！呢嚿我要啊，你再切下，我要呢嚿。阿婆婆，我覺得仲有一袋姜啊，16蚊噶，你睇幾錢啊？呢個11，11加16，1116即係27。27。嗯。這個芋頭。可以，很喜歡吃芋頭糖水的。You can cook the Emma this one. No problem. Yeah. 他說想吃苦瓜喔。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哈哈。How many you want? 就要一个啊，这个吧。要多一只苦瓜，唔该。外面真的太热了，整个人像烤乳猪一样。今天买的那个紫姜有可能会老了一点，因为快过季了。但是也很想试一下泡苹果醋好不好吃。昨天还给老妈打电话，叫她帮忙晒一点姜片，到时候月子呢用来泡水、煲水、洗澡跟洗头。因为在广东这一边，产妇是不可以用生水洗澡洗头的。贤婆婆快80岁了，精神状态跟气色都特别好，她在门口等我。平时照顾小孩遇到什么问题，我都会打电话咨询贤婆婆，她教了我很多东西。我剩下啲时间都赶，可能你剩下咧，你帮我拉，我会叫翻我接触好嘅，但我会孭我个 LV 包嘅 ，LV 包咁啊，摆副大鞋嘅落去，摆两个充电宝落去，一个厚嘅，一个薄嘅，跟住咧就带个我嗰个灰色嘅拉链袋，入边有我本护照，有啲美针，就执埋落个 LV 袋度，你清楚可以影到相。行李是他昨天晚上已经收拾好的了，他收拾东西呢特别整齐。哇，紫金要带那么多紫金的呀，都是夏天的衣服，因为杜拜很热啊，还有42度。他的 T 恤，可能在飞机上吃的糖果吧，已经特别多。然后袜子一包，然后这个是洗漱用品，毛巾还有牙线，
法蜡等等，这一袋是裤子，然后这边还有雨伞。我老公收拾东西特别整齐，每次我去旅行都是他帮忙收拾的。然后呢，还有转换插头跟那个苹果线，我给你看一下他，他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这里没有啦 ，OK 啦。又到香港机场啦。其实他真可以打车过来，但是我想跟他相处或者说见到他的时间多一点，所以我又送他过来。下午就要坐9个小时的飞机到迪拜，早上用完的公文包我就先把它拿回家。拜拜拜拜拜拜，一路顺风，揸车小心啊。好，拜拜，我回去了。